嗨，小朋友，今天童老师给你讲的故事叫 Push。 Push 就是推的意思。 Kipa 一家人开车去哪儿啊？爸爸指着路边的一个牌子，牌子上写着 Grain Farm 农庄农场。他们要去农场玩吧？去农场推什么呢？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吧。去农场的路开着开着就变成了草地，草地上都是烂泥巴。突然间怎么踩油门汽车都走不动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The car was stuck， 车子被陷住了。 stuck 就是陷住了，卡住了，缠住了，总之啊，动不了了。爸爸看着陷在泥里的后轮，一手捂着嘴，一手叉着腰，眉头紧锁，好像在说，这该怎么办呢？我要好好研究研究。妈妈好像等不及了，哎呦，还研究个啥呀，别磨蹭了，你开车我来推。妈妈大步流星走到车尾，双脚蹬地，上身前倾，哎， Mom pushed it， 妈妈推它。 pushed 就是推， it 这个它在这里指的是车。爸爸一踩油门，烂泥都溅到妈妈身上了，可是车子呢，纹丝不动。 Beth 和 Chip 跳下车来一起帮妈妈。 Beth and Chip pushed it， Beth 和 Chip 推它。妈妈呢， Mom pulled it， 妈妈拉它。 Pulled就是拉， pushed 和 pulled 一推一拉，哎，是一对反义词。 Beth 和 Chip 在车尾使出了吃奶的劲儿推，妈妈在车头呢拉得满脸通红。爸爸一边踩油门一边探出头来往后看，后轮呐在烂泥里打转，好像还越陷越深了。 Kipa 呢坐在车里看热闹，嘿，看得还挺开心。还是咱们 Floppy 懂事儿，心疼地看着妈妈。这时啊，一辆拖拉机突突突突突突冒着烟开过来了。农民叔叔看见了说，别着急，让拖拉机来帮你们。 The tractor pulled it， 拖拉机拉小汽车。 Tractor 就是拖拉机。小朋友你看， Tractor 的轮子大，就不会陷在泥里。妈妈、 Biff、 Chip 还有 Kipa 全都跑到车屁股后面推。爸爸举起大拇指，好像跟农民叔叔说，拉吧。小朋友你猜， tractor 拖拉机有没有把汽车从泥坑里拉出来呢？汽车呀，呼的一下就被拉出来了。可是 oh no， 哦不，妈妈和孩子们没站稳，往前一趴，全都摔了个嘴啃泥。爸爸估计没往后看，还在那儿兴奋地挥着手欢呼呢。快别挥手了，赶紧下车，把大家呀从泥坑里拉起来吧。本节目由喜马拉雅出品。